我们现在就去医院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哎，老陆，要不你送爸去医院吧，我可以自己打车走的。那怎么行？爸，要不让我爸开陆叔的车去送？哦，行，那我马上收拾一下，我就走。我都给你收拾完了，你拿着包走就可以了。哦，来不及了。等我一会儿。哎，老陆啊，我们先走了啊，走，一定去医院啊。 这出门我忘关火了，哦，那现在掉头回去也来不及了，我回去管。加油啊，等你好消息。哦哦，好，那你慢点啊。你小心啊。走，现在还来得及吧？来得及。同学们，现在拿出准考证，准备进场了啊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加油啊！做红烧肉。 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？哎，怎么？让一让，让一让！让一让！怎么的？走。江月，我真的这拿错了，我拿着你的了。你别着急，我就放在我书桌正中间，我妈已经回去拿了，但我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。师傅，还要多久能到？前面考试路段路被封住了。 车子进不去，我们这儿有个同学现在准考证没拿，你看我们出去给他什么？师傅，前面路口麻烦帮我停一下。老板，接下自行车。好的，注意安全啊！哎，那孩子怎么没有进场啊？他好像忘记带准考证了。说这也太不贴心了，就算能进去，也心眼是。